I apple you 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几号走啊？你知道我辞职了。不然呢？你不是毕业了吗？你走了可别舍不得我啊。你想多了。我可不会想你。你确定？他到底发现没有？要不要告诉他呢？其实我对他到底要不要说？到底要不要说？你喜欢一个人又不好意思跟他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他说 I apple you。那我走了。哦。I apple you.